theo. Áo. Lại ba.
小轩轩，看这里。嗨。星星，往这边看，来这边。喂，嘉义旧迁是日本时代建筑物。日本人在1895年的时候，跟满清政府的一场战争，当年满清失掉了台湾灾啊，他就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。其实呢，当时他连辽东半岛都日本租下去，但是呢，迄个时阵有英化二党拢抗议，他就没有办法租下去，所以辽东半岛不省。不管它历史怎么样，我们不管它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建筑物在日据时代1896年的时候，日本已经占据了台湾。那个时候呢，日本人在嘉义市内就有一个刑务所，所谓刑务所的建立。啊，到了大正八年，因为日本人的共和国的日本人来到大正八年呢，就是1919年呢，又需要在这个所在建这个监狱。当时日本人呢，真强哦！我讲，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呢，他就学习西方的文化，所以你们参观呢，这个监狱呢是仿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方监狱的造型去的，啊，有去了无？因为盛产快木。日本人最喜欢快木，现在快木是安那？日本人讲的这啥 ？Inoki， 他们乘车乘船的载回日本去居住。所以讲，咱阿里山有一个那个什么森林小火车，唔是要让你观光的，是要载木材等于到的啦。啊，咱即摆观光讲欢喜啊！我讲，咱这个我只要要讲这木材呢，因为你要参观呢。感觉所有的监狱拢是钢筋水泥，拢爱作用的，甲你抓入去绝对唔可以偷走的。结果，咱即摆参观的是用块木做的监狱，要记起来，用块木做的监狱。所谓正桥呢，就是讲所有行人入来乖乖的出入等于呢，啊，这行过这正桥照一下。看你有改过迁善无？结果呢，咱唔知影，该放的就放伊转去啊。讲真个，讲较有迄个四书五经的味道。伊这个桥入来了呢，你甲看，目睭甲看到，哇，拢人，袂免看。头前有一个这个大门，日本人呢，
唔是叫做大门，日本人叫做表门。哦，表门呢，这个表门，你看起来拢钢筋水泥，其实呢，当时的是用砖块做的。在1930年呢，嘉义地区一个大地震，伊的这个大门呢，叫震垮了，才重新个起的。你看有作业科、什么科、什么科，我来讲，所有的监狱有六大科，你一定要背起来。这条有哪一科？第一的调查科，第二的教化科，第三的戒务科，有咧记无咧？哦，开始咧记啦。戒务科，第五的总务科，第六的作业科，上第六的第五的作业科，第六的卫生科。所有的建议都是六大哥在运作，那你行在中间的过来讲，哦，这个什么科在管呢？哦，你还看有作业科，作业科在管啥？管何做工课？有个人讲，我哦，分单要入来监管内底看会当哦，吃免煮饭无，无遐好康。另外，大家拢爱做工课，所以有一个做主保证，一顿上顿个 T R T 的台湾。阿的炼炉，所以 T R 就是台湾的炼炉，所有的物件，你这个就是搁在修理的，有较歹哦。伊的墙啊壁拢是白色的，我来讲，这叫做小舞弊，大小的小，跳舞的舞，小舞弊一种跌那边呢，用头盖可以叫石灰弊，这种小舞弊呢，它怕水，所以外面有这个物件叫做乙醚。我若讲较慢，你都要记起来，去调的是个雨林板。雨林板顶头应该有这个雨遮，雨遮下底这个名叫做前轴，猫跟狗在走的叫前轴。前轴边啊一定要有水沟，这是日本人起子的标准。但是呢，你无看到水沟，其实下底哦，你若笑起来，我唔那对你笑的。所以刚才一家呢，所有塑形的表现良好，他的亲友可以来看望他。那几位媳妇，当地的官五星结婚，提起来吃，你看还外好。我来讲，你哪知啊？每一个监狱的旁边拢有写一个烩面菜。哦，他们讲买来面话，伊是今日来得吃了，吃了歹，拢哦，希望伊要较健康。